我是 Freddy， 只要设定好目标，我总是用冲的。最近几年，台湾面临了重大的挑战，人民期待改变，渴望新选择。我和所有台湾人一样，始终相信梦想。为了让政治成为国家的驱动力，我决定参选。过去我将闪灵从台湾推向全世界，参与国际特色组织，从事人权工作，都是一样的态度和冲劲。这次更需要大家的参与才能成功。我是林长祖，我长发，我刺青，我将进入立法院。